大家吃饭了啊，今天是个粉蒸肉啊。肉末炒酸豆角，青菜，泡萝卜，青椒肉丝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吃个米粉。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你们好。对，今天来山上摘橙子，吃个米粉。好辣，好甜。好甜是吧？Yo!
还配了鸡蛋。哇，煎蛋。我先回去了，爸爸。嗯，好的。
肯定是他要当舅舅了，不过还有十几天吧。哎呦，真的好，好宝玉还想再吃点，分量太足了。啊？我说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出来。哎呀，总在这一个月内。这下周都四十周了。看这周还是下周去做个 B 超。你看他那个胎盘有没有老化？嗯。哇，这个酸菜就是那个大头菜做的，那个大菜做的很脆。可能这个分量太足了，这大包不吃了。